中华县政府办理平安十号全面防卫动员甲灾害防救演习，包括乡镇市公所、公民营事业单位、民间企业、救援团体、内政部空勤总队以及消防单位，总共56个单位、1060人次投入演练，期盼透过兵棋推演甲实兵演练，强化地方政府阵势应变，甲各防灾救灾单位的救灾作为。中华民安十号演习在中滨工业区进行实兵演练，由中华馆长王惠美担任中华馆防灾救灾指挥官，率领馆府各防灾救灾单位、乡镇市公所，而且邀请电力、电信、天然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单位、民间企业、甲非营利组织等56个单位来共同参与。指导官农业部植物处长陈添秀表示，台顶十分钟，台下十二天。这个演练非常接近实际情况，也是一个成功的演练。这一次的演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很贴近事实。那也应该要透过这样的演练，不断的去改进。那让我们将来如果说万一有一些的比较大的这个天灾或是说战灾的时候，能有所因应，也就是所谓有备无患。我相信最近几年不断的演练，也真正的是把台湾所有这些的灾害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有降低很大。该把咱战争的一寡情境话藏入来，咱常常讲吼，上歹的打算要做上好的准备。啊，感谢咱即届有56个单位，1060个即个民众共同参与咱今仔安尼即个演练哦。啊，感谢咱中央的长官甲咱的指导，啊嘛感谢咱所有演练啊，咱的乡亲的即个啊用心哦。啊，我们呢好还要让它更好吼、哦，那以防我们一旦真的有事情，能够在第一时间来确保着咱的人民财产。这个性命啊，甲因的这个财产。这个演习结合三合一汇报，先伫中华县警察局实施兵棋推演，接下来伫新林国小实施阵势灾民消防救灾站来开始演练，以及中滨工业区进行实兵演练，整合警、军、警、消、民各界资源，借由演练强化防灾应变能力。会当协助民众提升，帮助家己也帮助他人的能力，皆会当落实各项动员准备，甲提升灾害防救效能。台中华新闻叶宏武，山西采访报道。